好，我们第四关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美绿生态园区。哇，那这里呢，对的，这里呢有3公顷这么大，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原生种的树种，是，然后呢还有幼蝶幼鸟的树种。幼蝶幼鸟就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它是会吸引这个蝴蝶啊，然后还有鸟他们过来的，那所以呢这里也有这个很多的蝴蝶也可以来这里观赏。那这里呢还可以露营之外，还有刚讲的蝴蝶园的生态园区，然后呢还有水生的植物园区，是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草本的植物园区。大家来这里呢可以放慢你的生活的脚步，然后呢来欣赏呢认识一些原生树种，是有很多自然生态可以来感受可以来看，因为旁边我们刚刚看好像还有爬虫类啊或者昆虫可以看，对，可以来这边了解一下大自然的生态哦。好，那现在到这边呢要进行的是第四关了，最后一关是一人一队个人赛哦，好吧，个人赛，个人赛好吗？好，个人赛，我们知道，一直都知道，我们一直都知道啊，对啊，不像哎，所以大家要各自前往园区里面寻找麦克风板，然后之后返回总部一样，选择抽机敏的主题曲提示，红色麦克风可以抽3个人，哇，蓝色麦克风可以抽2个人。绿色麦克风抽1个人，限时10分钟，没被猜出主题曲的就可以分享奖金10000元，猜错就是自己淘汰。哇，那也很要很确定答案哎。哇，那拿到了就一定要回去。那拿到麦克风是赶快回总部。我也可以，就是我选择要打或者是猜。你先抽完提示再杀人嘛。可以，也可以不杀。那也可以不杀。哎，可不可以带？可以不杀。所以说这个游戏很有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。跑到前面说孤勇者，对，你就死了。有可能他死了。别别别别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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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现在就孤勇者。不行不行，不行，要看到麦克风我才会宣布孤勇者。那天祈祷我们9个都一直看不到。你们那种没线索的，就拿红麦克风，你们一次就有3个线索哎。可是3个人是要3个人啊，他不能同一个人3个。对啊对啊。哎，那现在都还没有线索，请举手一下。哎，还有人没被针对。只有你们2个耶。啊，对。因为他们都一直赢啊，因为他们一直都赢的，一直都赢，都没有被问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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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了，来吧，好，拿装备就位。OK， 大家都拿好装备，换好制服。是。但我想要在出发前再确认一件事情，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说大根孤勇者，因为有陈奕迅，有2020，但是。整体线索是只有这2个吗？而且是你问的吗？对，还有一个，会不会其他？没有，还有一个，女生抗癌的故事。哦，那不是。哎，孤勇者这首歌是写给英雄联盟游戏主题曲。不是，这首歌的那个原作是这样吗？没错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确实，孤勇者也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。没错。不要是这样，就是说你们要杀，不要急着杀我，你们应该急着先拿到别人的线索，因为我是一定输了嘛。我是一定输了，就会不会最后你们要先拿到别人的线索，最后就会遗忘杀了。对，哎，最后我会一直允许说，哎，大根孤勇者我会自杀，大概如果你想活下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我的脑袋很能猜歌，你就拿麦克风给我，我就暂时不杀你。拿到一支麦克风就要来回总部了。啊，好，不能跑。哎呦，大哥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很滑啦。这就儿歌啊，看一下。恭喜你拿到的不是麦克风，是龙卷风。所以呢，现在你要穿上蓬蓬裙，吵闹的原地转20圈。海之哦，这什么烂玩意儿啦！我觉得不要在一开始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开始的地方往往藏的都不会是好的。我要到比较远的、比较边边的这种哦，太明显的不会是好的。拿了就一定要吗？那我可以选择不要啊。张三丰是什么？这只有一，好像是一手而已。所以呢？
要去哪里？啊，这里这里。这是什么啊？你没有抽到麦克风，抽到的是流川枫。那是干嘛？然后接下来呢？要天哪，居然有这种东西！带上这个篮筐去找一位好心的机敏帮你投篮。哈，这要怎么带啊？等一下哦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的嘞，这个不是，这个知道了，这不是麦克风，那这抽到不是麦克风，是流川枫。然后你现在要戴上胸前蓝光，然后找一位机敏投篮进来就可以。哦，那你帮我，我帮你分析，在哪里？那你等下帮我，我心不诚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，所以我抽到就拿走，对不对？我打开了。万一是不喜我不喜欢的颜色呢？开箱拿。好了。包包就直接回总部。那这个呢？放桌上。五千。那。来给镜头啊！你拿到的不是麦克风，是龙卷风哈。请你穿着这个蓬蓬裙。蓬蓬裙是什么？蓬蓬裙穿着对。然后呢，要很吵闹的原地转20圈。原地转，对，因为你要模仿龙卷风，好。站住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龙卷风，龙卷风，吵闹的龙卷风。2、3、4、5、6。你帮我们两个投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帮你们两个，好心好不好？好，一个一个来哈。我们要接吗？哎，我们可以接吗？可以可以。有这么难？哎，不容易哎，可以近一点，可以再近一点。哎，欧盟。蓝色，蓝色，两个两个再两个蓝色。先挑这个。好，走。可以写，有。先煮汤这个，还有。嗯。第二个，第二个先去。这个。这个。谢谢。只有一个而已嘛。来一个还没有被开，来一个还没被开包啊。你就讲讲名字就好。一把。还没被针对过。好了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！要不要猜？太多，要不要猜别人？不行。下一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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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位。什么颜色的呢？绿色的。挑一个，挑一个。还做有没有在排队啊？一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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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你是。刚选举有忧郁的感觉，要猜人吗？你要猜什么？要猜人吗？我在一个一个而已。哦，比较好。这样，这边还有。不容易耶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了，就他了，就他。可以进去吗？有开门的都可以进去。好。啊，不要动摆设的。好。好，你想不想？
我问是男的，我帮你好好帮你猜。再帮我猜一下。这边。那我们在排队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顺便投一下。我问。好，不要那么远，是不是？我好晕哦。有了。那我再配好心人，他给他一张。对啊，他等于谢谢好心人。排队的等于要重新来，往后。好心人，谢谢你送的你一支麦克风。他好像没有很想要。那我先去拿麦克风，你们等我。可以。怎么感觉打开又是个游戏？哎，可以打开还是不要吗？我不要这个。蓝色的两个，选两个，选两个是吧？对。徐一凡、金元星。徐一凡。我的丢。这个东西呢，要明天啊。哦，是哦。是。徐一凡的。徐一凡的主打歌。而下一位。金元星，金元星。不能杀我。你的笑容跟最后约定。对。你会杀我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歌名。好，那你别杀我。你会杀我吗？我。那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没什么好处，你别杀我。你不能杀我。一个人上只能有一个。对，你现在不能先拿。我不能先拿。对啊。我只先告诉你们，我有一个这个。那你不知道前面的会不会杀你啊？我又不是没杀你。你别杀我吧，你也别杀我。你应该现在告诉我，你有得到什么线索？啊，我就还没贡献啊。你就线索都没有，那时候你不要杀你，一点贡献都没有。不是，我的线索是你的。对啊，我只先告诉你们，我有一个。哎，都开过了。这里关门的都不能进去，对不对？五年，你要回去了吗？对，一直就好。那你就不能看，可能。你可以杀他，我把这个给你。他是薛之谦的演员，你把他杀了，我把这个给你。是吗？是他。你不要害我自爆哦。不是，他真的是，他如果爆了，你就马上杀我，对不对？但我没有答应要做这件事啊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我不要我。他害你的，随便讲一个。我没有，你听我的，奖金啊！一颗星淘汰，一颗星淘汰。我第一个。谁知道你啊？谁破坏？一颗星淘汰。我第一个。为什么？谁知道你？杰志哥。谁？杰志哥。海星已经在开始问我的题目了，我不杀他王也不行了。OK， 我觉得我要砍他，如果我爆了就没办法了，因为我得到了徐凯琪的提示是，演唱者是王心凌，副歌是知不知道？我的答案就是当你。哪说会自爆？哪说会自爆哦？怎么会是你第一个？我都还没打，这么快？下一位。哎，一个预测才刚开始，我选一下，我觉得一凡好了，一凡好像都没有人问哦。这张歌词题是你的笑容，你的笑容，几百万首歌都是你的笑容。哎，要不要杀人？要不要杀人？这人分享。不要！我觉得他们就算讲什么孤勇者，搞不好我不知道。好，让别人杀。你怎么到你那里？那个是我爸刚帮凯西投篮。对。还有一张。不是。举一板对不对？没有。是抽。这个。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人生没有后悔药，什么关系？要不要杀人？要不要杀人？不要。不要。还有就是。那根本打不出来。哎，花花。敢不敢？我不敢。先把一个正确的答案的人杀。谁啊？孤勇者。不是我啊，我是负责告诉你们其他人，你们都不在的。谁啊？王仁甫，仁甫哥。是什么？他就是薛之谦的演员。可能是。该配合你演。啊！我不管，你让我插队，我去杀他。不用。你们让我插队，我就去杀他。好不好？你看，哎，你们让我插队，我就去杀他。其实对他来讲没有影响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孤勇者。反正我，你们看，我用这个杀，我用这个自爆来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友好的。好啊，好不好？真的。我有两个，男的，还有两个，哪两个？我有徐梦哲，迫不及待。然后刚才有说他是摇滚 rap， 看抽到什么。2005啊，这也好远哦。2005那很久哎。下一位，靳伦。1995，
等等等等，他是不是有可以记啊？可以，有。等一下，我先记一下，我先记一下，等一下。关了广播，要广播了。哇，没得问。你的是什么？啊？没得问了啦。你的是什么？王那个玄玄，王菲的玄牧。哎，我这个浪费，是你的浪费。来，玄牧，我太难了。哦，绿色。我觉得我就集中问一个人好了，刚问了一凡，那下回就问一凡。厕所有一个，皇上，皇上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绿色，绿色，一个，绿色是一个问题吗？不是一个问题，我确认一下，我就是，要不要查？我就想想是不是？那你让我快速讲一下歌词。好了，我就想就是那种工具人呐，他这样被骗，他也没看到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很好骗。我杀了，我虽然答错，但我杀了。你答错，那你就是一死啦。我不是，我说我原本猜错，我就直接玩。你这一趟来，再出去你可能就死了。你要不要盲猜一个？然后我就猜了人骨歌了，然后发现跟我原本猜的不一样。哎，我的时间还在跑，我居然没有先杀他，我还拿到红色哎。时间还剩三分钟，选一个，太王了。人生没有后遗我不知道。沙大哥，沙大哥呢？沙大哥还没死哎。下一位。我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这雇佣者，我还选择没有先杀你哎。啊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只要在演艺圈有我的一天，我就不会再看过大根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不是，你刚前面说什么？不要杀你，不是，你要出来拿绿色牌子给我，我本来要给你的。我有没有杀你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没有实现承诺？你听我说，然后呢？你听我说，因为我刚刚要出来了，因为我想说，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演员。后来发现演唱者，哎，动力火车，那就不是演员了嘛。那我就要出去了。那我想说我要出去了之后，有我就没有大根。你不要，你不要，太好笑了吧？快杀大根啦！有我就没有大根。你不要，你不要，太好笑了吧？不是，哎，大根必须死！快点，快点，你们剩大根必须死！你剩三分钟，你不杀他，多一个人分钱。大根必须死！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答案，然后活到最后吧？然后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。大根必须死！确定吗？我杀大根。先生，你要杀大根，先看现场。我要先看。孟大哥，真的假的？我在死。他确定吗？会自爆。让大哥那个祸害一瞬间。哎，不是，你是周楚楚三太。来，太厉害了吧？对啊，知道谁？我帮你们分析。你看我盲猜一个我就中，有没有？一个我就中。人心啊？谁？人心呢？啊，你有他线索吗？没有。喂，那我没人猜他。大根淘汰。我会自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有玩到一下了啦。你有玩到一下了。我好笑。剩几分钟？那脸好可爱。两分钟，剩两分钟。哎，大根不可以过来，因为有我就没有你。而且我已经在演艺圈当中放下这句话了。哎，不是，现在要跟
全台湾所有制作单位讲，只要有我就没有大根，不一定大根就没有我，有我跟他势不两立。你不要这样，有他我可以很便宜的过去嘛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。进来进来，太近，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杀吧！杀谁？杀人！杀多自爆！杀多就自爆啊！我帮你说，这人是得手啊！学艺班淘汰，学艺班淘汰。医生，蔡王龙。歌词提示全都怪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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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都帮我记下好不好？全都怪我。好，我有资格对不对？你可以杀人嘞。我有一个黄靖伦的提示，就是出狱之后要做的事情，就只有这一个。我直接读了。好，张信哲过锅。他应该有啥？哇！你还拿红金色不祥之物？你是什么歌？30秒，我分哦，30秒。好，我赶快，我就问一下我自己的。好，进人心，不是，我很想知道嘛。你看播出来，看播出来，我就很想知道我自己什么歌嘛。啊，就这个凸出来的，这谁啊？1997年，更没有在听中文歌。算了吧，还是再问一下。恭喜我们！耶！这边一排过去，全都是在10分钟之内丧命的。天哪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就一一这样过来。不好意思，不是，我在录影之前，我个人有一个这个。请说，我今天要行使我的主持人权利。怎么样？麻烦摄影师，请不要让我跟他同框。从今天开始，撕票画面，我不要跟他同框。我已经不跟这个人。我也是很认真玩游戏啊。哦，他刚刚我行使主持人的主持人权，我要求后置把他打污。等我，我刚刚没有听得很清楚，但是他为什么会杀你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后来才进来，可是我大概听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好好帮我讲一下，鞋子哥。我在进去之前见面，大概有5个人还有6个人在排队。对。然后他就说，他想要以他自己的人格证明，对，他要进去，就算是自爆也无所谓，他要试着杀你。是，然后呢，他要得到那5、6个朋友。我跟你讲，你听我讲。哎，你知道那5、6个人是谁吗？就是我们几个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是他们想杀你，跟我没关系。只是我本来就要死了嘛，我就说那我代替他们去杀你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往前再往前推1分钟。我在那前面的时候，我前面站着一凡跟孟哲。对，你是不是跑来跟我讲说不要杀你？我给你一个麦克风。然后你要给我一个麦克风。对。我有没有杀你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给我麦克风？那你死了吧，我怎么给你？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死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严格来讲，我是应该要杀你的，因为不是你，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孤勇者，你懂了吧？所以我应该要杀你。我遵守承诺不杀你，我杀了圈圈，你杀了，结果你杀了我。我如果不杀你，他们就活不了，对不对？帮我讲话。所有的人都是见证者，全台湾的观众们现在都是在骂你。那他们不会骂你一点吗？我从多久以前开始，每一次跟你碰到，跟你同一个关卡，跟你同一队，我都信任你。试着一度认为大根他还是有善念，我有，他根本没有一点善念，我有，他就是恶根。好，停止了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，我们刚刚从第一个淘汰，对，因为没有讲到我，然后我第一个死。没错，为什么你那么快就死掉？被我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前面几关我就得到2个线索，演唱者是王心凌、凯西，然后第二个他的副歌提示就是知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你是什么哎。你知道我是什么？是张学友的吗？应该是，我不确定他们会选什么。那你讲，你讲，看对不对啊？是不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？我猜的啦。演唱者张学友，这太……因为我抽到他的歌词，他 range 好，歌名提示。好难过，想到很多。好烂，好烂，这个歌名，这个歌名真的好烂哦。歌词提示，对，我被遗忘，因为他最后。我被。下一位圈圈谁杀？他。我。
他杀你，你怎么骂？关你屁事啊！我们两个在讲我们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快讲，你们讲。因为他呢，我知道，我们刚一开始说五个人嘛，我不知道。那我怎么想起来，我都只想四个，一个是王菲，那个会旋转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我有个歌词，羡慕时光还是羡慕眼光？但羡慕眼光我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什么？2003年。然后什么轻快？轻快无奈。轻快无奈。所以我想说王菲，然后会旋转的，转圈圈的。那我就心想说王菲转圈的应该就玄木吧，所以他就是玄木，然后我就杀了他。然后我就为什么我杀第一个杀我不杀他？骂我，因为有人跟我讲说叫我不要杀他，然后我想说这种畜生在节目当中留着还有他表演的空间，你太优秀了，留畜生还后面慢慢可以折磨，对，想不到你成为我的表演，对，人仆的好心就害到自己，他早就是该一开始大概在一分钟以内就是大根淘汰，应该就是要听到这一其实这样子的效果比较好，对啊，不应该拖，好，对啊，这样子不好吗？速战速决把他杀掉，这样子的效果也蛮好的。接下来是徐一凡，破坏感情，我们来猜他的。我其实只问到了徐一凡一个线索，但是我觉得我有答案了，只是我还没有想杀他，但是他自己自爆了。那你觉得他的答案是什么？你自爆谁啊？我自爆。I believe， 为什么？你的因为我只收到了一个提示，就是副歌是你的笑容。周汤豪会跟妈妈说的话。对啊。周汤豪啊，妈妈是谁？比利呀、啊！嗨嗨，翻译成那还不利对啊，还不利啊。他呢是我最后一个杀的，啊，我也是用赌的。答案是抒情万叹，到底是什么歌？张信哲过火。过火啊！出狱要过火。他是永远不回头哎，永远不回头。出狱要永远不回头，不要往后看。可是永远不回头不是哀伤万叹呐，不是抒情万叹，摇滚一点。所以我们四位是可以分10000元的奖金，对不对？耶！哎呦，我本来可以拿2000的。恭喜我们！耶！好，那这个最后啊，还是要让那个徐一凡来宣传一下，宣传一下。海角七号造梦人音乐剧在11月11号到19号在台北的城市舞台首演，然后11月25号在台东艺文中心演艺厅。12月2号到3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。是这个海角七号造梦者算是蛮难得的，因为第一次有一个新的音乐剧，但是在第一轮就有超过10场的一个巡演，是哇，所以就是蛮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，这样大家可以上那个 OpenTix 2厅音乐文化生活来购票，对，我们舞台很漂亮哦，是会旋转的哦，会旋转的哦，好，请大家多支持海角七号造梦者，那今天也谢谢四位来宾了哦，谢谢凯西，谢谢静伦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今天9位的来宾，辛苦了，谢谢9位的艺人朋友，谢谢9位艺人朋友，谢谢。最有趣的饥饿游戏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谋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谋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